至少大家都不相信你只有80公斤，我们要证明给大家看。我健身应该有点成果了。蛮有力的哦，这一棒打得很强，拦不住，那这样子有机会了。这是一支安打赫雷纳，哇！结果这个回传第二分也回来了，趁传打者上到得点圈，哇！但是这一下真的是一翻两瞪眼，接到就超美技，没错，没接到那个冲力拦不住，滚的那个位置就尴尬。那么左打这个球，因为梁家龙实在打得太强劲了，他球会有一点往。那个垒线这边哦，就是界外线这边旋啊。这记录上会是安打啊，应该是安打，不过就是打得强啊。哇，这个市长被阿库登 Girls 给抬起来啊，真的，哇 ，Girls 蛮有力的哦。他这么卖力在加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阿莹这一棒啊，代打建功啊。非常开心我回来了，然后我觉得就是今天是我的首次登场，隔了5年后的第一次应援，非常的感动，而且有很多球迷还记得我的名字，说欢迎回家，就觉得好感动哦。虽然今天的输球，但是下次我们可以赢回来，那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就是来为乐天加油哦。其实从之前拉姆狗的歌曲我记得还没有那么多，是到今年增加了超级多首，而且有些是以歌曲一样，但是舞蹈变得不一样，所以又要重新学，所以花了很多时间。对，像我今天还是有跳错一点点，但是至少还是有跟回来这样。站上舞台就觉得好感动，因为那个画面，在电影院上的画面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。对，然后他还播一些像是桃园的啊，客家本身是我们从第一代，大概2013年后开始做的，就边唱边跳，非常的开心。应援请插头，然后今天还有增加了女团长，女团长也是带了很多就是气氛。那之后还有一些关于女团长的项目，就是有更多的那个应援曲，就觉得好开心哦。但是我们脑容量要爆炸了。感谢今天经常来帮我加油的就是粉丝朋友们，那希望呢之后可以也常经常一起帮乐天桃园加油。